OK，好吧，那我们开始啊。那我们开始这个第二周的东西哈、啊。第二周的东西，第二周的东西是innate immunity，然后稍微给大家介绍了一点点 pathogen 相关的知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讲啊，并不难啊，并不难。那一开始我们先来稍微说一说 pathogen，好吧？pathogen 之前我们讲过是吧？我们讲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病原体，对吧？所以 pathogen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它叫病原体。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能告诉你们，如果你身体内被入侵了 pathogen，他们是干什么呀？他们会导致疾病，对吧？所以他们会导致 disease，OK？、Okay? 他们会导致 disease，这是我们上周就给大家讲过的。那之后我们在免疫里面还能再碰到另外一个词儿，对吧？叫 antigen，是吧？叫 antigen。我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两个词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那他们两个都是 gen，对吧？都是什么什么原。是吧？所以 pathogen 叫做病原，对吧？那 antigen 叫什么？叫抗原，对吧？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啊，这个东西叫抗原。那同学要问了，什么叫抗原？那它跟 pathogen 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或者它们两个什么样的联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才我们说过了，pathogen 它叫病原，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入侵到你身体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干什么？就是导致疾病，它叫做 cause disease，对不对？但是 antigen。它前面是什么？是 anti，对吧？它是 anti，这个抗原是什么？它可以 elicit 一个 immune response，所以它的任务是可以导致 immune response，elicit immune response。OK，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那有的东西是不是它不一定导致疾病，但是它有可能会让你 elicit 一个 immune response 啊，对吧？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比如说，现在大家出去是吧？那我可能对什么什么东西过敏。比如说，今天我吃了花生，对吧？或者我今天这个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什么，这个吃了个海鲜，对吧？小海鲜，对吧？那吃完了之后，哎，我发现我过敏了。但是问题是，别人吃海鲜，别人出去闻花粉，他会有 immune response 吗？他不一定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像这种，它不会导致你疾病，对吧？但是它可能会也会产生一定的 immune response 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 antigen。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可能也不是很恰当，因为如果是能导致过敏的话，我们称之为过敏源，我们称之为 allergen 啊，称之为 allergen。那有的时候这个 antigen，顺便来说一说哈。那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啊，比如说我现在不小心这个心衰了，对吧？我必须要心脏移植，对吧？我 heart failure，我需要 heart transplant。那这个时候我把别人的心偷过来安到我身体里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心脏是不是我？它不属于我，对吧？它并不是我，它可能是属于 somewhere else。那这个时候当这个心脏到我身体里面去之后，是不是它也可以 elicit immune response 呀？对吧？那这个东西我们也称之为某一种 antigen，甚至你自己身上的细胞上面可能会表达一些蛋白，对不对？那你自己身上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细胞组织身上的这些蛋白，也有可能会让你产生 immune response。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现在接下来要马上去写那个 essay，对吧？他会让你说，哎呀，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可能会得一些不同的 autoimmune disease，对不对？那 autoimmune disease 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你的 immune system 开始攻击你自己身上的这些细胞或者蛋白了，对吧？那像这种情况下，他们我们也称之为 antigen。OK，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弄清楚 antigen 和 pathogen 之间的区别，好吗？啊，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我稍微花了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这 clarify 一下。那我们常见的 pathogen，我们能不能给它分类啊？啊，我们有两种不同的 pathogen，OK？那第一种 pathogen 我们称之为 true pathogen 或者叫 primary pathogen，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它们就是为了导致疾病而生的。比如说，一旦如果你感染上它们的话，它们的任务就是会让你引发疾病。OK，就是让你引发疾病。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什么这个结核杆菌，对吧？我们的 Mycobacteria tuberculosis。那像结核杆菌这种东西，你得了它。你就是会得结核，对吧？它不能跟你共存，它就是为导致疾病而生的，是吧？像还有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什么什么，比如 COVID-19，对吧？SARS-CoV-2，它不是跟你共存的，它就是要导致疾病的。所以这些 pathogen 我们称之为 true pathogen 或者叫 primary pathogen，也就是说你正常人去感染它们以后就会得病。OK，那第二种 pathogen 我们称之为 optimistic pathogen。OK，optimistic pathogen。那这种我们称之为什么？叫机会的，是吧？你看，opportunity 是有机会的，是吧？那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你这个人的 immune system is normal，对吧？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吗？那你一旦感染了这些 pathogen， it's okay， 是吧？你的免疫系统就可以把它杀死，你不会得病。那只有什么样的人得了碰到这种 pathogen 会得病呢？哎，你比如说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或者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像老年人啊、小孩子啊，对吧？或者是哎，由于最近身体比较过劳，对吧？那自己的免疫系统比较弱，或者说接受了移植的病人，对吧？他们终身要吃一些抗免疫，抗这个降低免疫这个反应的药，对吧？像这种病人，我们称之为 immunocompromised people， 那他们碰到了这种 opportunistic pathogen， 他们会得病 ，OK 啊，他们会得病。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最常见的，你比如像这个真菌的感染啊，一般很常见的真菌感染呢，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种 opportunistic pathogen。就猫癣，对吧？比如说我就得了猫癣，对吧？这种非常蛋疼病。还有你像之前，对吧？我之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也讲过一个例子，是吧？两位什么例子呢？就是之前有的人呢，他喜欢干个什么事呢？他喜欢闻自己的袜子，对吧？他脱下来之后，他要欣赏一下自己的味道，对吧？那这个时候，那你想想，那里面可能会带有一些孢子，对吧？一些 spore 啊，一些 fungi spore 在里面，是吧？那正常情况下，你的免疫是正常的话，那你摄取了一些这些 spore 啊，这些 fungi 它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之后没关系，它可以被杀死，对吧？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人呢，他由于前段时间加了很长时间的班，对吧？哎，想班，然后又得看孩子，又得上班，又得挨领导骂，对吧？然后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下降，那这个时候他怎么了？他肺部就遭受到了脚气的感染，对吧？就很蛋疼。所以像这种正常情况下啊，正常情况下不会得病，对吧？但是如果不小心，是吧？你免疫力低下了，或者说你得了一些病，是吧？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些之前可能不能导致你得病的 pathogen， 也可能会导致你得病了。那这种 pathogen 我们称之为 opportunistic pathogen。OK， easy， right， 简单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些 pathogen 的身上，他们都有什么东西呢？他们都有一些这个 virulence factor。OK， 他们都有一些 virulence factor。那这些 virulence factor 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是帮助这些病原体导致你疾病的一些这个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块来看。那主要的功能有三个。那第一个功能帮助我们入侵，对吧？你正常情况下，那这些 pathogen 是很难通过你这些，比如说 epithelial 啊，通过这个这样的，它很难通过。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 virulence factor 有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去，比如说粘到细胞上，对吧？入侵到细胞里，或者入侵到你身体里面。对吧？是第一种叫 invade the host， 第二个很简单说 cause disease。OK， 你比如说它可以产生一些 toxin， 那这些 toxin 就是我们的 virulence factor， 它们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那第三个，它们入侵我们身体里面去之后，是不是它不想被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现被杀死了，对吧？所以它们还需要 evade 我们的 host response， 啊，我们的 host 这个 immune response。那常见都有哪些啊？我们一会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我们的 flagella 或者 pili。啊，有的时候叫 flagellum 或者叫 pilium，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在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细菌啊，包括在病原体表面上的一些纤毛、一些鞭毛。哎，这个鞭毛可以干嘛？可以蠕动，哎，它可以动。所以当这些毛在动起来的时候，那干什么？就可以推动的这些 bacteria 蠕动。哎，所以主要是帮助它们移动啊 ，mobility 的功能，是吧？所以有一些 bacteria。它可能本来可能是在一些在某个 tissue 里面，对吧？那由于它的鞭毛、纤毛的涌动，它可能就跑到别的 tissue， 跑到其他细胞里面去，对吧？所以是什么呢 ？flagella 或者 pili。那第二个，那我们还有一些 adhesive molecule， 称为 adhesin。adhesin。那 adhesin 它们在哪？它们在这个 flagella 或者 pili 的上面啊，是一些 protein。那这些 protein 可以帮助这些 bacteria 粘到细胞上面去。对吧？因为你要入侵到他们，你第一件事就得去粘在他们上面，对吧？你才能入侵。所以 adhesin 看名字知道是吧？它有粘性，比如粘性蛋白可以帮助这些细胞粘到它相应的细胞上去，是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些 effector proteins。那这些 effector proteins， 那种类很多，对吧？有可能会是一些这个 enzyme，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这种 protein， 那或者是 toxins 啊 ，toxins 或者 enzyme。那这些 enzyme。他们就可以帮助 bacteria 或者帮助 virus 帮助这些病原体干什么呀？去 hijack 我们的 cell， OK 啊，帮助我们去攻击我们这些细胞啊。那最后还有一些是 exotoxin 啊 ，exotoxin。那 exotoxin 呢，就是这些这个 tissue 这些 pathogen，
它们可以分泌啊，它们可以分泌出一些 toxin 出去 ，OK？ 那这些 toxin 可以去攻击你的细胞啊，毒素嘛，可以去攻击你的细胞。那这个地方我稍微来说一说，讲讲这个英语啊。那 toxin 不用我说了对吧？它是毒素的意思，对不对？那前面的 exo 是什么意思啊？叫外对吧？啊，叫外毒素。那外毒素的意思就是它要 secrete 出去 ，OK？ 它是要被释放到这个 pathogen 外面去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exotoxin 啊 ，exotoxin。那还有一种是吧？有同学就说，那你有 exotoxin， 是不是有 endotoxin 啊 ？Yes， 你有 endotoxin， 这个叫内毒素，是吧？哎，内毒素是什么东西呢？内毒素呢，一般是这个 bacteria， 尤其是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 gram-negative bacteria， 它外面有一层膜，这个膜上会有一种非常特殊的 molecule， 叫做 LPS， 叫 lipopolysaccharide。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endotoxin 啊，所以你比如说有一些药，对吧？有一些药，因为它是利用我们的细菌去表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像螃蟹一样的生物，好像叫什么烘还是什么东西啊？它血是蓝色的啊，它的血是蓝色的，是一个 blue 的 blood。那种物种的血啊，跑到这个跟 LPS 会发生反应啊，会跟 LPS 发生反应，发生反应之后。啊，发生了反应之后，它就会这个告诉我们你的这个制品里面含不含 LPS， 因为 LPS 这种 endotoxin 入侵到人身体里面会产生很严重的 immune response， 啊，很 immune response，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这些生物制品也不含 LPS， 对吧？所以那种生物叫烘，好像是你记错的话，就一种螃蟹一样，就马蹄蟹，好像是说 whatever 那种，一会儿我可以找个图像，找个照片给大家。看一眼啊，那那种东西的血非常值钱，叫液体黄金啊 ，really expensive 啊 ，really expensive。好，所以这是我们的 virulence factor。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infection。那什么叫做 infection？ 什么叫感染？是吧？什么叫感染？那感染其实非常简单，感染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些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 microorganism 啊，什么 bacteria、virus 啊、parasites， 是吧？它本来不应该。到达就它到了它本应该，对不起，它到了本应该，怎么回事？它到了本不应该到的地方。哎，你比如说在我们身体内，对吧？比如说你的心脏里或者你的血液里，是不是不应该有任何的 bacteria， 都不应该有任何 virus， 对吧？那这个时候，假如这些 bacteria virus 就到了这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感染啊，称之为感染。那它不仅在里面入侵了，它甚至还在里面开始复制，对吧？哎，开始产生更多的子孙后代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感染。OK， 那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啊，造成这个感染啊。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那有一些 bacteria 或有些 virus， 它天生生下来就是为了感染人的，对吧？那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些 bacteria 或者 virus。他们就是为了感染人而生的，所以他们会有一系列的 mechanism 去入侵人类啊，就是为了感染，就为了感染人而生的，对吧？那第二种还有什么东西呢？你比如说，那本来这个 bacteria 或者这个 microorganism 它不会导致疾病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 bacteria 是不是生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对吧？它生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生活在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些 bacteria 跟我们本来是跟我们共存的，对吧？它很少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呢，哎，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学过生物都知道，那这一些 bacteria， 比如说这种 bacteria， 对吧？它可能会从外界去获取一些 genetic material， 你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 plasmid， 对吧？那这个 plasmid 上面就有什么东西啊？就有 virulence factor。OK， 就它本来自己身体里没有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这些 bacteria， 它可能会从外界去获取一些 genetic material。那这个时候，当它获取到这些 virulence factor 携带 virulence factor 的这些 plasmid 之后呢，它就变成什么？它就变成了这种可以导致疾病的 pathogen， 是吧？它就可以感染人了。那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哎，我说了，正常情况下，这些 microbiome 也有可能跟我们共存，对吧？但是呢，由于我们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你出现了 tissue damage， 是吧？你出现了 surgery。是吧？你出现了 immunocompromise，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疾病。OK， 所以这是我们的 C 和 D 的问题啊，所以 D 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 HIV， 对吧？我们都学过 HIV。那像 HIV 这种东西叫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对吧？它会导致艾滋，对吧？叫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那你说这个病人最后是由艾滋死的吗？不是的。OK， 所以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最后不是由于艾滋病死亡的，而是由于一些其他的那些小疾小病，比如说感冒，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死的，为什么呀？因为艾滋使得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变成 immunocompromised people 了，对不对？本来他会有一些非常 OK 的 immune system， 但是由于你感染了 HIV， 就导致了你的 immune system 不复存在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是一些小病啊，感个冒啊，对吧？哎，流个鼻涕，或者说不小心这个你拉了个肚子，是吧？那你可能就再见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同种类的 infection 的过程。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上周我们讲过点东西了，就是我们的 Cox postulate 啊 ，Cox postulate。那 Cox postulate 在干什么呢？它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个 specific pathogen 可以导致某一个 specific disease 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在说明 specific pathogen 可以导致 specific disease。OK， specific， 所以就这么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啊某一个 specific pathogen 可以导致某一个 specific disease 呢？哎，那我们一块来看它整个这个流程是怎么来操作的。首先第一个是吧，你比如说不小心啊，这个小动物是吧，这个 animal 它不小心死了。那它可能是由某一种病原体引发的疾病而死，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从它的这个 dead body 里面，我们取点样，哎，我们去 sample 一点 microbiome， 我们去 sample 一点 microbiome。那我们把它 sample 过来之后，可以放到哪里去啊？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板子上面去，对吧？哎，我们去培养一下，我们把它变成这种 bacteria culture， 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哎，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那里面会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 pathogen， 对吧？你看有这个样子的，有这个样子，这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 pathogen， 那我们就怀疑就是这个 pathogen， 就是它导致的我们这个疾病。那怎么办呀？哎，我们就把这些 pathogen 啊分离出来，然后呢再去把它培养一下。培养完毕，我们不是看着玩的，我们干什么呀？我们把它给到另外一个健康的 animal 里面去，结果发现，哎，这个 animal 也由于同样的疾病死亡了。OK， 那到这里还没完，因为你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 specific pathogen 导致了这个 specific disease， 那怎么办？我们再把它的这个第二次死亡，就是被接种的啊，被接种病原体的这个动物，我们再把它啊，我们再把它里面的这些 pathogen 分离出来。看一看是不是有我们之前发现的 pathogen， 有的话就证明这一个 specific pathogen 可以导致我们这个 specific disease。 OK， 啊，就这么来的哈，所以就这么简单。所以旁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很简单是吧，也就是说这些某一个特定的 microorganism 它必须在每一个这种 case 里面都出现，对吧？你只要得这个病，你就会出现这个 pathogen。 第二个呢，这些 microorganism 必须要 culture， 对吧？我们必须要把它拎出来养一养，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些 cultured microbiome 把它送到这些 healthy animal 里面，我们发现，哎，这些 animal dead， 对吧？然后呢，我们又可以把相同的 pathogen 重新 recultur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某一个 specific pathogen 能不能导致某一个 specific disease。 当然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Cox postulate 它是有 limitation。OK， 那各位在座的各位能想到我们有哪一个，就我们就想一个最重要的，那这里面我们的 Cox postulate 有哪一个非常重要的 limitation？ 哪个重要的 limitation？ 是吧？非常简单，对吧？哎，那么 anybody？ 啊 ？No？ OK， 那最重要的 limitation 就是这一点， not all microorganism can be cultured。 OK， 所以这个我需要稍微强调一下。Not all, sorry, not all microorganism can be cultured. OK, 所以这有一点，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pathogen 你都能做它的 culture, 对吧？我们要来举个例子，那这一个 pathogen 可能是厌氧的，对不对？那它可能就活在某一个没有氧气的地方。
那你想想，你现在把它拎出来，你能给它 supply 一个厌氧的环境吗？对吧？那它可能拎出来厌氧，它就死了，对吧？你根本就养不活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 Cox postulate 其实是有一定的 limitation 的，就是不是所有的 microorganism 它们都可以被 culture 都可以被养起来，对吧？有的也养不了，对吧？有的养不了。那我们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 Cox postulate 是怎么被我们这些 scientists 去 confirm 的？那这个时候不得不提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bacteria，叫做 Helicobacter pylori，Helicobacter pylori，这东西叫什么东西呢？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啊，叫幽门螺旋杆菌，螺旋杆菌，OK，really hard to write 啊，大家都选了啊，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东西哈、啊，这个东西是正常情况下，它在我们这里也有啊，也有啊。你比如说你的胃里啊，你肠子里也有这个 Helicobacter pylori 啊，也有这个 H. pylori 啊，都在。所以它曾经是我们一个 normal 的 microbiota，OK，、okay? 所以它也在正常的人肚子里也有啊，也有，它可以跟我们共存啊。那这个 bacterium 它呢有什么东西啊？它有 flagella。哎，它有粉质，它有鞭毛，它可以游动，对吧？然后呢，它从哪里可以被分离出来呢？它不仅从正常人肚子有一些哈，那有的人有肠胃炎，也可以被分离出来。哎，有人肠胃炎分离出来。那通过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印证我们的 Cox postulate 呢？那我们不得不提两个人啊，就是这个两个人啊，一个叫 Robin Warren，一个叫 Barry Marshall。OK，这两个人哈，那这两个人。啊，他们在思考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我们这个 H. pylori 啊，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觉得它就是导致肠胃炎和这个胃溃疡的啊，这个罪魁祸首。OK，所以这是胃炎，对吧？这个是胃溃疡，ulcer 是胃溃疡啊。那这个时候怎么证明啊？你没法证明，对吧？那你除非就是说，那我一开始我先把 H. pylori 从一个患有胃溃疡的病人里面分离出来养起来，是吧？然后呢，我再把它。”这个植入到另外一个人身体里，然后我把这个另外一个人身上就发现啊，他得了这个胃溃疡，然后我们再从他身体分离出来，是吧？只有这种方式。刚才我们讲过了，Cox postulate。但是问题就是，那怎么证明？你得有个人去验证，对吧？因为 H. pylori 这个东西，它可能只在人身上导致胃溃疡，对吧？它可能不在别的动物身上导致胃溃疡，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为了科学啊，for science。Marshall 他就干了什么事呢？当然这事儿非常不提倡的啊。那他拿起了一个 back 就这个 H. pylori 的 culture，他就干嘛了？他就喝下去了，哎，他就喝下去了。然后他喝了之后，很不幸，他导致了肠道的 inflammation 啊，导致了胃溃疡啊，胃溃疡。然后这个时候呢，又从他的胃里面分离出来了这些 H. pylori。哎，分成了 H. pylori 是吧？所以就印证了啊，原来幽门螺旋杆菌的确可以在人里导致胃溃疡，哎，就导致胃溃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Cox postulate 是怎么被证实的啊。所以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事情。当然，你看喝了 culture 给它的代价就是 Nobel Prize，对不对？哎，但是我不建议各位为了这个 Nobel Prize 牺牲自己的性命，是吧？你这万一治不好，就裂开了，对吧？那后来这个 Marshall 啊。他吃了好多抗生素啊，才把自己的这个胃溃疡治好啊，胃炎治好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所以下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整个流程，是吧？首先这个人啊有胃溃疡，对吧？我们在他的胃里分离出了 H. pylori 啊，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我把幽门螺旋杆菌呢放到我们的 culture 里面去啊养起来了，对吧？但是你不能给动物，因为它在动物里面不会引发任何的问题，所以它没有 animal model，所以唯一能确立它会不会导致肠胃炎，你能干嘛？你只能找个人给他吃下去，对吧？所以 Marshall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是吧？当然这个不提倡。结果我们就发现，哦，他真的有肠道发炎的问题，对吧？哎，发炎问题。然后我们又可以从他的体内分离出 H. pylori，所以我们就 confirm 了我们的 Cox postulate。OK，哎，easy。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的 Cox postulate 和我们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间的故事啊，恩怨情仇啊，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吧？还是 easy。OK。那我们来看啊，在我们这个发达国家啊，比如大家在加拿大，对吧？加拿大发达国家，那一般在说在发达国家都会有哪些 infection，对吧？那我们都知道，那比如说在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在恒河，对不对？
哎，那在印度像这种地方，在非洲，对吧？那种地方呢，病原体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这种 hygiene condition 不是很好，所以在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传染病，对吧？比如说最近这个刘墉，对吧？就感染了 COVID-19，对吧？就非常非常惨，是吧？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就 developed country 啊，这发达国家，它也可以干嘛？它也会有什么？它也会有 infectious disease。那我们一块儿来看，在发达国家这些 infectious disease 主要跟谁相关呢？那主要是跟一些慢性疾病相关，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感染了某一种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可能会导致并不是急性的病，对吧？并不是像，哎，你比如说我 H. pylori，然后就胃溃疡了，对吧？像这种东西，或者说我感染了一个什么Ebola，对吧？然后我就溶血死了，对吧？不是这种啊，不是这种急性的问题。那大部分情况下跟一些慢性病相关。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我给你举个例子，是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胃溃疡和我们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那幽门螺旋杆菌，当它导致胃溃疡之后，甚至可能还会接着导致癌症，对吧？哎，会导致癌症，因为你这个胃溃疡了之后，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在持续刺激你的这些胃壁细胞，对吧？那这些胃壁细胞有的可能就会癌变。OK，那还有什么呢？大家最常见的 HPV，对吧？叫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 啊。那 HPV 主要是 HPV 有两个 strain 啊。那高危型呢是 HPV 16和 HPV 18，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两个 strain 是高危类型啊。那如果不小心感染到了 HPV，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有可能会导致宫颈癌 （cervical cancer）。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也就是说现在在发达国家这些地区啊，都要求青少年啊 teenager 去打 HPV。那如果是 high school 的话，不是免费打的啊，就是如果你是在这里。啊，美国、加拿大所读的 high school，他基本上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他都免费给大家打3针 HPV。那如果你没有打过，对吧？那我建议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去这个医院啊，去我们的这个学校校医院，抓紧去预约啊，预约上这个 HPV 啊，HPV 该打一打还是要打一打的啊。那我们在这打九价啊，打九价，九价的意思是能防9个 strain 啊，所以九价的意思啊，九，下次如果你可以跟别人装逼了，是吧？九价的疫苗的意思就是它可以防9个 strain，OK 啊，它可以防9个 strain，所以16和18都在这里面啊，都在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中高危险啊，中高危险，但是16和18是最高危险啊。那这个东西越早打越好啊，越早打越好。就是为什么就给这种16、17岁的小姑娘就要开始打 HPV 了，对吧？因为这种东西越早打，它效果越好。那如果真等你30、40了再打，其实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 HPV。如果大家对 HPV 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去 take MGY378 这个课啊，在这里面就会给大家仔细来讲这个 HPV 是怎么 work 的。OK，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三个我们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有 hepatitis B 或 hepatitis C 是吧？那这是什么东西？叫乙肝啊，hepatitis 叫乙肝，那 hepatitis 叫丙肝对吧？反正中文的丙肝乙肝是吧？那丙肝乙肝这种东西呢，它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 sequence 啊放到我们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去。所以就可能会导致 liver cancer，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肝癌啊，导致我们的肝癌。当然了，丙肝主要是这个这种潜伏性的比较多啊。那对于乙肝来说呢，会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啊。乙肝会有 acute 的，有 chronic 的。那现在我们主要是讨论 chronic 的 hepatitis B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啊，这个就是什么大三阳啊、小三阳啊，就是什么什么 antigen positive，什么 antigen positive，它就会有这种不同的类型。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范畴。如果想要知道这个的话，请去 take LMP301 啊，我给大家仔细来讲这种乙肝啊，怎么去鉴别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这样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这个 EBV 啊，叫 Epstein-Barr virus，那它主要会导致 Hodgkin disease 啊。如果没记错，这是一种一种 leukemia。好，那我们还有比如说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pneumonia 是吧？他们可能会导致这个。叫什么？这个住院硬化啊，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吧？所以这些感染，他们并不是会导致马上啊就立竿见影，就能看啊这个人遭不住了，对吧？他开始发病了。那这些疾病主要是一些 chronic disease 啊，主要是 chronic，主要是在我们这些这个发达国家是吧？发达国家他们主要是以这种慢性疾病为主，而不是这种急性的啊要你命的这种为主啊。当然这东西最后也会要你命，对吧？但是慢慢要你命啊，不像那什么 Ebola 对吧？一上来就直接给你干死，是吧？那哎，说到 Ebola 就来了是吧？那有一些这个 pathogen，我们称它为 emerging pathogen，啊，我们称之为 emerging pathogen。那什么叫做 emerging pathogen？也就是说，
他之前可能这个他之前可能没有怎么出来，但是呢，一旦到了一点之后，他砰爆发出来了，对吧？就 emerging 啊，突然出现了，因为他出现 emerge 的意思就是出现的意思，是吧？所以嘣就出现了啊，emerging pathogen。你比如说在2014年的 Ebola，以及啊我忘了更新了哈，以及 SARS-CoV-2 我们的 COVID-19 啊，以及 COVID-19 是吧？在哪里啊？在我们的2019年的 December 是吧？出现在哪儿？出现在当然，现状就是阴谋论，对吧？那至于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可考了。但是最早是 report 在武汉，所以不要这个不要说我这个有这个 racist 啊，no no no 啊，我只是尊重一下事实啊，就的确是我们先报 report 出来了。所以像 COVID-19 在2019年是吧，它也是一种 emerging pathogen。还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之前我们还没讲过很多是吧？比如说2004年。啊，2004年是吧？有什么东西啊？有 SARS 对吧？那这些他们都是 emerging pathogen，哎，他们都属于 emerging pathogen，是吧？也就是说之前没有，就擦，最近出来的啊，这种东西我们叫它 emerging pathogen。好，那提到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得不提到 antibiotic resistance，啊，也就是说你治疗疾病，你治疗 bacterial infection 怎么办啊？你需要用到 antibiotics，OK？那 antibiotics，如果你滥用，就会出现 antibiotic resistance。那这个东西也是出现在我们 developed country 里面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更严重一点啊。那一般什么，你只要得个什么小小感冒什么东西的话，那你在这儿看个大夫就让你啊多喝水，多喝热水是吧？回家躺着就完事儿是吧？那中国可能就会给你开点抗生素，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经常吃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如果你用的比较多啊，可能会导致 antibiotic resistance。比如说，那现在我们有一些啊 Streptococcus aureus，那它会有 methicillin resistance，那还有什么 enterobacteriaceae 啊，里面会有这个 carbapenem resistance 是吧？那还有什么淋病对吧？那这种东西啊，什么 tuberculosis 是吧？那这些东西它们都可能会出现 antibiotic resistance。OK，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得思考一下，是吧？那这些 antibacterial 这些 antibiotic resistance 怎么来的？它是怎么 develop 出来的，对吧？道理很简单，大家在12学过是吧？就是我们的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啊，我们给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啊，很简单哈。首先，那在我们体内是吧，可能会有着大量各式各样不同的 bacteria。OK，你比如说有这种 bacteria，是不是有这种 bacteria，对吧？那它们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个 bacteria 它是 no resistance 啊，OK，那这个呢它是有 resistance 的，哎，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在滥用抗生素，你吃了好几种抗生素啊，尤其是广谱的抗生素啊，我们叫 wide spectrum antibiotics，它谁都杀，对吧？那它杀着杀着就把所有的这些没有抗性的是不是全杀死了，对吧？全杀死了。所以你就人为的去选择掉了这些没有 resistance 的 bacteria，那你把这些没有 resistance bacteria 杀死了，是不是给那些有 resistance bacteria 给它创造了空间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些有 resistance 的 bacteria 就开始疯狂增长，哎，疯狂增长。那疯狂增长了之后，你再吃抗生素的药效怎么样？就减弱很多了，对吧？那与此同时，刚才我们还讲过是吧？那有一些 bacteria。甚至可以从环境中是不是去吸取一些 genetic material，对吧？那这些本来没有 antibiotic resistance bacteria，有可能就接受了那些有 antibiotic resistance 给它的 plasmid，对吧？那这个时候，那那些 non-resistant bacteria 是不是也变成 resistant 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antibiotic resistance 是怎么来的啊？就是通过我们自然选择来的，是吧？通过自然选择来的。只不过这个时候是我们人为对它进行自然选择，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的 immune response。我们先从 innate 开始，啊，我们从 innate 开始。那我们之前就讲过三道防线，对吧？哪三道防线来着？第一道防线是我们的 barriers，right？barriers。那第二道是我们的 innate，对吧？第三道是我们的 adaptive。所以我们先从 innate 来，我们先从 barrier 开始，啊，我们从 barrier 开始。那我们有几种不同的 barrier 啊？第一种是我们的 physical、chemical、biological barrier，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physical barrier，
就是物理屏障，对吧？我们之前就讲过，你的皮肤非常致密，对吧？你的这些啊，所有的上皮细胞都非常致密，它的 lining 都非常 tight， 它们之间有 tight junction，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它们之间没有缝，没有缝的话，这些 bacteria 这些 virus 就没有办法说通过缝漏小缝，是吧？进到你身体里面去，进不来，是吧？那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唯一的方法，就要么就是你去入侵这个白，入侵你这个细胞，对吧？要么就干嘛？要么你就是等我们这个上皮细胞破裂，是吧？上皮细胞这些，比如说你不小心被砍了一刀，对吧？不小心你吃了个什么东西扎破了黏膜，对吧？等这个时候，哎，那还有一些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mechanical 的方式去把这些 pathogen 给它 remove。很简单，对吧？我们一会儿来看，第一个叫做 mucosalary escalator 啊，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啊，就是你。啊，这个就是 mucosalary escalator， 也就是说，本来在你的这个怎么说，在你的呼吸道上面是吧，有一些 mucus， 对吧？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粘液。那当这个 bacteria， 当这个 virus 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之后，因为你不停在呼吸嘛，对吧？它肯定要进来。那进来了以后，是不是被粘在了这 mucus 上，对吧？那你得想办法这 mucus 干嘛给排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它顺着你这个细管啊，顺着你出去，说慢慢就往上走，哎，慢慢就往上走。甚至你也可以自己机械性去操作，对吧？比如说，对吧？类似这种是可以的。所以这种就称之为 mucosalary escalator。第二种是什么东西？可以通过眼泪，对吧？我们的眼泪啊，你比如说，那个眼睛也是暴露在环境里面，对吧？所以眼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它毕竟是液体，对吧？所以你流泪的时候呢，就会冲刷你的眼球，所以就会把这些粘在眼球上面这 bacteria virus 带走。哎 ，C 是什么东西啊？打喷嚏，对吧？咳嗽打喷嚏，为什么咳嗽打喷嚏啊？咳嗽打喷嚏是不是就是你会，我就不演示了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会把一些这个飞沫是吧，就带出去？那带出去之后，这些飞沫里的病毒是不是就可以跑到环境里面去，对吧？当然，你虽然保护了自己，对吧？但你坑了别人，对吧？那有一些可以通过这种 droplet 传播的这些疾病，比如说 COVID-19， 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导致别人啊得这样的疾病。所以大家在咳嗽的时候啊，请一定要啊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怎么说，就是稍微做一下这个cover， 对吧？那现在教给大家就是最怎么说呢，叫这个最 standard 的方式啊，最 standard 方式就是这样啊，就这样。那你要咳嗽的时候，对吧？那你打喷嚏这样一下是吧？为什么不要用手捂？那你手捂上，你都喷手上，对吧？那就不行是吧？所以你就喷袖子上啊，喷袖子上喷胳膊上，这种还 OK， 因为它离你比较远，对吧？然后等你喷完你的机器是吧？这是我们的如果碰到了 cough sneezing 的问题啊。最后是 GI mobility， 对吧？那有一些 bacteria， 有一些这些病原体是不是跑你肚子里去了，对吧？那它如果没有被杀死，是不是就跑到肠道里面去了，对吧？那你的这个肠道是不停在运动的，对吧？那随着你的运动，那这些各式各样的 bacteria 就顺你的 shit 就会跑到外面去了，对吧？就拉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 GI mobility。OK， 所以这是我们的 physical barrier 啊，非常 easy， 非常 straightforward。接下来我们来看 chemical 和 biological barrier。我们先来看 chemical barrier 啊，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secretion 啊，我们有些腺体它会 secrete something， 比如说我们的 saliva， 对吧？我们的唾液，我们的唾液从哪来的呢？我们的这个唾液腺里面去分泌的，对吧？那唾液腺里面分泌的这些东西，除了有唾液，除了有水分，除了有离子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我们的这些上皮细胞，对吧？他们还能帮我们去 secrete mucus 功能什么？粘，它粘嘛，对吧？它很粘，里面的蛋白很粘，所以它可以把这 bacteria 粘在上。还有什么东西啊 ？lysosome 啊，我们马上会讲 lysosome 就可以帮助我们 kill bacteria。那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 immunoglobulin 什么东西啊？就是 antibody，OK，、okay， 它就是 antibody， 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杀死啊这些，或者是帮助 neutralize 这些入侵的 pathogen。那我们只要着重强调一下 lysosome，OK，、okay， 我要强调一下 lysosome， 这东西叫什么东西啊？叫溶菌酶，对吧？叫溶菌酶。那溶菌酶在 target 什么东西啊？它在 target bacteria cell wall，OK，、okay， 需要注意的是啊。它在 target bacteria cell wall， 所以 lysosome 它是一种 enzyme， 那这个 enzyme 可以去 digest 啊，可以去 digest bacteria cell wall，
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bacteria，因为这个地方是 plasma membrane，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 plasma membrane，OK？、Okay? 所以这个地方是 bacteria 的 cell wall，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些 lysosome 它的任务就是去 digest 我们的 bacteria cell wall。那一旦它没有了 cell wall 的保护，那这个时候它的 plasma membrane 是不是就非常容易被干掉，对吧？哎，非常容易被干掉。所以这是 lysosome 啊，lysosome。那这是我们 secrete 出去的腺体，是吧？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些 bacteria 是被吃进来了，对吧？那当它被吃进身体里面去之后，它就怎么样了呀？是不是它跑到胃里面了，对吧？那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胃里面有胃酸，哎，看到没有？胃酸。那胃酸的主要成分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什么？就是盐酸，对吧？哎，就是盐酸。那盐酸的 pH 非常非常的低啊，非常非常低。因为哎，大家如果哦，马上会学啊，pH 3.1大家就学到了。那这个胃酸大概有多酸呢？它的 pH 大概是1到2，啊，它的 pH 1到2，非常 acidic。OK，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什么东西能顶住这么酸的环境啊？是吧？那基本没有啊，当然也有细菌可以顶得住啊，但大部分它是顶不住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胃酸就可以帮我们去杀死这个 pathogen。OK，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东西啊？我们还有一些 biological barrier，比如说我们的 microbiota。OK。那 microbiota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比如你肠道，就比如你这些肠道里面，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些 bacteria 在里面，对吧？它就在这站着，它跟你是共存的，对吧？你们俩，我们和这些 bacteria 它们处在一个共存的状态，是吧？共存状态。所以这个时候，那些坏的 pathogen 跑到我们肠道里面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没地儿了，对吧？哎，没地儿了，因为它里面这些坑位是不是都已经被这些 normal bacteria 给占住了，对吧？那这个时候，那这些坑被占了之后，那些坏的 bacteria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来占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些坑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些 normal 的 microbiota，这些跟我们共存共生这些 microbiome，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哎，把让这些坏的 pathogen 它不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来，哎，所以这是我们的 biological 的一种，是吧？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各式各样的细胞，它会帮我们去 release antimicrobial peptide，看名字知道是吧？就专门用来抗 bacteria 是吧？antimicrobial peptide 抗菌、抗病毒是吧？antimicrobial peptide 专门来对抗这些 microorganism。那这些 antimicrobial peptide，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东西？它们其实就是 detergent。没错。它们其实就是 detergent，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来看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这是我们的 antimicrobial peptide，那它里面呢会有两种不同的部分啊，那这边这一侧是什么呢？这边这一侧可能是 hydrophobic，OK，也就是说红色这一侧，哦，是红色是 hydrophilic，红色这一侧是 hydrophilic。OK，那蓝色这次是什么东西啊？是 hydrophobic，是吧？这不就是 detergent 吗？对吧？这不就是 detergent 吗？detergent 的一侧是 hydrophobic tail，另外一侧是 hydrophilic head，对吧？所以，比如说你在洗头的时候，对吧？那这个时候，那你的这个洗发水这个 detergent 跑你头上去之后，那 nonpolar 部分就跟你头油结合在一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让它们结合好的时候，水一冲，那水是不是会跟那个 hydrophilic 部分结合在一起，对吧？然后就被流水带走，所以你就洗干净了嘛，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些 antimicrobial 它本身就有点像 detergent，它有一侧是 hydrophobic，它有一侧是 hydrophilic 的，所以这个时候呢，hydrophobic 的这个区域就会去干嘛？它就会 insert 到这个 membrane 里面去，因为我们都知道 membrane 里面。是 nonpolar environment，它可以 insert 进去，对吧？那它可以 create 一个 pore，OK，、okay? 或者它可以干嘛？它直接可以 destroy 这个 membrane，对吧？因为你 detergent 足够多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membrane destroy 掉，是吧？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那都可能会导致，哎，我们去把这个啊这种入侵我们的这个 microorganism 给干掉。所以 antimicrobial peptide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olecule。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immune response，我们的 immune response。那我们会有几种不同的 immune response。刚才我们讲过了，有两种，第一种是 innate immune response，第二种是我们的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那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哈。那一般来说呢 ，innate immunity 主要是干什么呢？它主要做一下 control。OK， 它主要做一下 control，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东西，当我们这个 pathogen 入侵到我们身体来之后，是不是你不希望它马上就开始分裂、开始得病啊？那怎么办呀？你的 innate immunity 它会过来干什么？它马上就会过来杀死一部分 pathogen， 并且呢，从杀死这些 pathogen 上拿到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ntigen。对吧？然后把这些 antigen present 给我们的 adaptive immune system。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了 innate immunity， 你的 infection 就没有办法被 control。OK，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没有 innate immunity， 那这个 bacteria 感染到你身体里面去之后，它立马就开始分裂分化，然后马上就开始导致疾病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control。OK， 那 adaptive 的功能是干什么呢？Adaptive 的功能就是它现在是吧，你已经有，因为你有 innate immunity， 对吧？那 innate immunity 已经开始控制这些 bacteria 的 growth。 那但是呢，由于这个 innate immunity 它的作战功能并没有那么强，是吧？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 bacteria 全部都清理干净。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关系，你的这些 innate immune system 它就可以告诉它去 prime 一下你的 adaptive immune system。那这个时候，你的 adaptive immune system 就可以过来把这些剩余的 pathogen 全部都清理干净，就这么回事。那我们一块来看底下这个图，这个图非常简单，大家一块来看就可以了哈。首先呢，这边是时间啊，所以横轴是我们的时间，纵轴呢是你有多少的 microorganism， 你有多少的 pathogen。那正常情况下是我们的黄线，对吧？一开始你先感染了，对吧？你感染没关系，由于你有 innate immunity，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染遭到了控制。这样的话呢，就至少能说你呢就先不要分裂，你这个我先控制一下这些病原体的增殖，对吧？但是呢，由于现在我们这个 innate immunity 它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 pathogen 清理干净，那怎么办？可以没关系，它可以通知，它可以去 prime 一下我们的 adaptive immunity， 所以这个时候 adaptive immune system 就可以过来帮助我们去 clear 这个 infection。 OK， 好吧。所以在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通过 innate 在 control。 OK， 那后面这个部分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通过 adaptive 在 clear。OK， 它怎么 work？ 那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没有了 adaptive 会怎么样？是不是你可以 control， 但是没有办法 clear，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开始你遭受这个病原体入侵的时候，对，你的确是可以控制它的 growth， 能让它维持一个比较低的这种分裂的状态，但是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清理干净，对吧？那如果你没有了 innate 怎么办？你连 control 都不行了，是吧？那直接就开始爆发式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 immune response。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 innate immunity。 我们来看一下 innate immunity。 那对于 innate immunity 来说，那 innate immunity 是怎么识别这些 pathogen 并且去控制它们的增长呢？首先呢，这些 innate immune cells， 比如说 macrophage，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macrophage， 比如说 neutrophil， 对吧？那这些他们都属于我们的 innate immunity cell。 OK， 那他们怎么认识这些 bacteria， 他怎么去认识这些 virus？ 因为他不区分嘛，对吧？他既可以干 bacteria， 也可以干 virus， 也可以干 fungi， 也可以干所有的这些病原体，他怎么认识的呢？他就通过一个叫做 PAMP 的东西啊，去 recognize 我们这些 pathogen。 PAMP 叫什么呢？叫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OK， 那这个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我们这些不同的病原体上，它们总会有一些共同点，有一些 common feature。 OK， 你比如说你如果是 bacteria， 是吧？那你就会拥有 bacteria 的一些共同性质。比如你是个人，你就会有俩眼一鼻子一张嘴，对吧？
是吧？那你如果是 bacteria， 你也会有某一些 conserved feature， 是吧？你如果是 virus， 你也会有 conserved feature， 你是 fungi， 你有 conserved feature， 所以这一些在这种不同的 pathogen 之间，它们可以 conserve 的 feature， 我们就称之为 PAMP， 啊，叫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些 innate immune cell 它发现，哎，我发现这个身体里面出现了 PAMP， 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被某一个特定的 pathogen 入侵了。所以它们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些 pathogen 身上的一些 signature feature。那这些细胞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认出来这个 PAMP 的呢？哎，在它们的身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receptor， 叫做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那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recognize what？ 它在 recognize PAMP。OK， 它在 recognize PAMP。那我们就要来看，那这些不同的这个 pathogen， 它们到底都有哪一些 PAMP 呀？哎，我们一块来看，比如说 bacteria 有什么呀 ？bacteria 有 lipopolysaccharide， 很多 bacteria 都会有 lipopolysaccharide， 尤其是 gram negative bacteria， 一会儿我们会讲，别着急啊 ，gram negative bacteria， 那它们还会有什么？它有细胞壁，对吧？你人细胞有细胞壁吗？没有，但是 bacteria 有，对吧？那 bacteria 细胞壁是怎么组成呢 ？peptidoglycan。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cell wall。哎，还有什么东西？鞭毛，对吧？你见哪个人身体细胞长鞭毛了啊？是吧？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但是你的细胞身上是没有毛毛的，是吧？所以 flagella 这种东西 ，flagellin， 那基本上人身上是没有的啊 ，bacteria 身上才有，是吧？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一种 C-poly G DNA， 对吧？那这种 DNA。在人身上一般是在 methyl， 一般是 methylated 的这个 DNA region， 但是呢，在这些 bacteria 这些 virus 里面，它是 non-methylated CPA sequence。OK， 所以你可以 recognize 这 CPA DNA。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比如说这些都是 bacteria 共有，对吧？那我们 virus 会共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一些 virus 它们是 single strand RNA， 有一些是 double strand RNA， 那它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 CpG DNA。fungi 有什么东西啊？ fungi 他们也有细胞壁，对吧？但是他们的细胞壁是 glycan， 就不是 peptidoglycan， 他们是 glycan。那他们上也会有 CpG DNA， 所以他们这些不同的 bacteria、不同的 virus、不同的 fungi， 他们身上都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我们只要是 fungi， 那你身上就会有 glycan。那我们如果是 bacteria， 我们身上就会有 peptidoglycan， 这都是我们共有的 common feature，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他就在 recognize 这些 PAMP。OK， 好了，那我们来讲一个好玩的东西啊。那刚才各位就老听我说啊 ，gram positive、gram negative， 那这些什么 gram stain、gramming、gram classification 什么玩意儿呢？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格兰仕啊，叫格兰仕染色啊，叫格兰仕染色啊，格兰仕染色。那这种东西是。帮我们区分 bacteria 类型的一个重要的染色方式，啊，叫格兰仕染色啊。那 gram staining 在做个什么事儿？好，我们一块来看它的 step 啊，它的步骤。它的步骤都有哪些呢？第一步是吧，我们要先加一种染料，这种染料呢叫 crystal violet， 看名字知道是吧？它是紫色的，它也是紫色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加了这个染料之后，你想都不用想是吧？你的这些 bacteria 被染成什么色了？被染成紫色了，是吧？被染成紫色。好，那接下来是吧？我们再加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再加 iodine， 再 iodine，OK？ 那加完 iodine 之后，我们要干嘛呀？我们给它洗一下，我们 wash 一下。好，我们给它 wash 一下。那 wash 完了之后呢，有一些细胞就 remain 紫色，有一些细胞呢就被洗掉了颜色，所以。你看这些细胞就 remain purple， 不是 remain violet。OK， 那这些细胞就怎么样？被洗掉了，对吧？所以它现在就没有颜色了。Uncolored。OK，uncolored 的。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染，我们再染什么？我们再加一个染料叫 saffron。OK。这个东西什么颜色？它是粉色的 ，saffron 这个东西是粉色的，所以这个时候 saffron 加进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些刚才
被洗掉的无色的细胞染成什么色？染成粉红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显微镜底下去观察哪一些 bacteria 被染成了紫色，哪一些 bacteria 被染成了粉红色，对吧？啊，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把各式各样的 bacteria 都混染啊，我们可能会把，比如说我们先分离这个 bacteria， 分离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染一下，然后再分离那个 bacteria， 把它分离成那个再染一下，然后我们分别去确认它是 gram positive 或 gram negative。比如说在这个 case 里面会发现，哎，它里面好多紫色的这个 bacteria， 对吧？那它们就是 gram positive bacteria。所以凡是紫色，就是经历过一系列 staining 之后还 remain purple 的 ，remain valid 的，它们就是什么呀？它们就是 gram positive bacteria， 在这给它写啊。所以如果是 gram positive， 它就是紫色的。OK， 那如果它弄完了以后是猛蓝粉色的，是吧？gram negative bacteria， 它会 remain pink。那有同学就问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 gram staining 去区分 gram positive、gram negative bacteria 呢？就是因为它们的这个结构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 gram positive bacteria。gram positive bacteria 是非常简单的那种 bacteria，很简单啊。怎么个简单法呢？你看，这个是它的 plasma membrane，right？那上面这层就是它的 cell wall。啊，它会有个非常厚的 cell wall，也就是说，它有一层细胞膜，有一层 plasma membrane。然后呢，在它的 plasma membrane 的外层有一层非常厚的 peptidoglycan cell wall。OK，所以这个时候，当你一开始给它染紫色的时候，这个紫色就阴进去了，对吧？它就阴进去了，你洗也洗不掉，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它就 remain purple，啊，remain purple。OK，那为什么有一些细菌它的颜色能被洗掉呢？那比如说我们来看 gram negative bacteria，那 gram negative bacteria 跟 gram positive bacteria 区别就在于 gram negative bacteria 它有 two plasma，它有 two membrane。一层呢是它的细胞膜，所以下面这层是它的 plasma membrane，上面这层是它的 outer membrane，所以它有两层膜。那它虽然也有 bacteria cell wall，你看中间这是它的 bacteria cell wall，是吧？这是它的 cell wall，那你会发现它的 cell wall 怎么样？它的 cell wall 非常薄，是非常薄的一层 cell wall。OK，就是非常薄的一层 cell wall。但是 gram positive bacteria，你看它 cell wall 贼拉厚，对吧？really 厚。如果大家需要了解更多关于 bacteria 相关的知识，可以去 take MGY377，是吧？那个课呢，大家会给大家讲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 bacteria 的一些知识，是吧？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简单讲就完事儿了。那同理，gram negative bacteria 它的上面会表达啊，它的外膜的 outer membrane 上面可能会表达一些特殊的 molecule，比如说它就表达了什么？哎，polysaccharide，也就是说，它在 lipid 的表面还加了一些 sugar molecule，是吧？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之为 LPS，叫 lipopolysaccharide，啊，lipopolysaccharide。所以这是它们两个区别。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了吧？为什么在 gram negative bacteria 你一洗颜色就掉了，这个紫色就洗掉了呀？非常简单吗？就是因为它们还有层膜呢，对吧？还有层膜，所以你这个染液很难入侵膜，对不对？所以它留不在膜，它留不在膜里面，它可能就留在膜表面上，对吧？一开始留在表面上，所以它是紫色的。但是你一洗，你一 wash，是不是就把这些紫色染料全部洗掉了啊？就没有颜色。那第二次当你再染粉色的时候，说粉色就粘在膜上了，对吧？所以它就显粉色。好了。那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我们身体上都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好吧，那第一个非常重要，大家需要掌握的就是我们的 toll-like receptors，叫 toll 样受体啊，它的翻译非常直白，就叫 toll，哎，对不起，不是 toll，toll 样受体，toll 样受体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叫 toll 样受体啊？因为这个 toll 不是英语，不是英文啊，它是德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tall 的意思是酷的意思，我们去查一下德文，啊，德文的 tall 就是酷的意思，啊，贼拉帅，牛皮的意思。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人发现，那在 Drosophila 里面，Drosophila 就那个果蝇，啊，就那果蝇啊，这个果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tein，叫这个怎么叫 tall 啊，tall 啊，这个 tall 啊，跟它的这个 embryonic development 息息相关，然后这个。科学家觉得他贼帅，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 Tool，哎，就这么来了。哎，
所以后来呢，随着后续的研究发现，哦，原来 toll-like receptor 还可以帮助这个 Drosophila 去抵抗 fungi infection。再放这 fetch，那你说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着抵抗其他这些pathogen 的功能呢？哎，后来我就发现，的确是 toll-like receptor 呢，在各式各样的我们这些哺乳动物里面，人啊、小鼠啊等等，我们都发现了跟 Drosophila 的 toll 长得差不多的sequence 差不多的这些 receptor，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对吧？因为它长得像 toll，所以叫 toll-like receptor，toll 像手。那我们一共多少头？A lot，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哈。We have a lot of toll-like receptor，OK？比如说我们有 TLR1、2、3、4、5、6、7、8、9、10，当然9、10这里面12、13呢，10是只有 human 有是吧？那11、12、13只有老鼠，但是这个不需要背你不需要记。那你需要记什么？我会给你画出来。你需要记什么？你需要记 toll-like receptor 4，你别的都不用记，但是你 toll-like receptor TLR4，你一定给我背过，OK？好吧，一定要背过，好吧，一定要背过啊。那它在 recognize 什么 PEP 呢？它在 recognize LPS，也就是说它在认 gram-negative bacteria。最主要就是它，当然它也可以认 gram-positive bacteria，因为它可以认我们的 lipo。Teichoic acid，当然这个不关键，LPS 你得给我背过啊，别的你都可以不用背，但是 LPS toll-like receptor 你一定得背过啊，别的都不背啊，你这个得认识。当然了，其他的 toll-like receptor 也可以去识别其他的 PEP。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你看 toll-like receptor 3可以识别什么？它可以识别 double-stranded RNA，它可以识别 poly-IC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自己去查，我就不讲了，我们不浪费时间啊。那 toll-like receptor 5可以识别什么？可以识别 flagella 啊，flagella。toll-like receptor 7可以识别什么？可以识别 single-stranded RNA 啊。toll-like receptor 8和 toll-like receptor 7是一样，它也可以识别 single-stranded RNA，是吧？那还有我们的 toll-like receptor 9，它可以识别什么？它可以识别 unmethylated CpG。OK。所以这些 toll-like receptor，它们都可以 recognize different PEP，它们都可以 recognize different PEP。OK，好吧，你可以别的都不用背，我希望各位 toll-like receptor 4一定要记住。那你也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都表达在哪个地方？是不是都表达在这 innate cell 里面，对吧？什么 macrophage 呀，对吧？什么 dendritic cell 啊，对吧？那这些 innate immune cell 里面都有 toll-like receptor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这个 toll-like receptor 怎么 work 了。那我就以 toll-like receptor 4为例，好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 toll-like receptor 4，它是怎么 work 的？我们再来看，首先 toll-like receptor 它们是 surface protein，OK？它是 surface，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它如果要 recognize PEP，它一定要 recognize 什么呀？它一定 recognize extracellular。也就是说，这些各式各样的 bacteria 这 virus 还没进到细胞里面来呢，对吧？因为这些 toll-like receptor 在细胞表面，对吧？那它不是在细胞里面，它在细胞表面。那如果它在表面上的话，那你自然要干什么？它识别了细胞外面的 PEP，对吧？所以它 recognize extracellular PEP。那怎么 work 呢？我们一块来看啊。首先，是吧？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toll-like receptor 4。是吧？就这么 toll-like receptor 4。那这个 toll-like receptor 4自己它不够，这个功能不够强，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个 accessory protein。这个 accessory protein 是谁呢？叫 MD2。OK，我在这说了，我说的每一个字儿大家都要背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 toll-like receptor 4，它自己本身还不够能 work。它需要一个 accessory protein，这个 accessory protein 叫做 MD2，那我们这个 LPS 在 LD2 的帮助下，就可以跟我们的 toll-like receptor 4发生 binding。你看，bind 上了是吧？那当它们 bind 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 toll-like receptor 会发生 dimerization。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生了 dimerization，
也就是说，我把两个 toll-like receptor 合在一块儿，它发生了 dimerization。那当它 dimerization 之后，就可以向细胞内传递信号。所以接下来看啊，底下这个图不是所有东西都要背的啊，我会告诉大家哪个需要记，哪个不需要记啊。首先，大家需要知道，当我们这个 receptor 它两个合在一起之后，它可以向细胞里面去传递信号了，对不对？那它自己本身并不能直接向细胞去传递信号，它需要其他 protein 的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adapter protein， 这个 adapter protein 就是帮我们做一个 bridge 的功能，它会把我们 toll-like receptor 的 intracellular domain 和其他的这些细胞 link 在一起。那这个 adapter protein 叫什么？叫 MyD88， 我的88，我要发发啊，就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啊。所以我这儿说到了，一定要记住啊啊 MyD88。MyD88 OK， 那经历了这一系列的 signal transduction， 那这些你就不用记了啊，什么 IRAK4 IRAK1 是吧，什么 TRAF6 UBC13 吧，这些东西你都不用记啊，这些都不用管，都不用管啊，你都不用 care OK。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就在通过这一系列的 protein 这个 scaffold 去传递Activation signal， that's it， 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够了，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那传递信号本身的功能是什么东西呢？传递信号本身的功能就是会使得我们干嘛呢？我们会让一个叫做 I kappa B 的 molecule， 让它干嘛？让它被 phosphorylate， 也就是说，一开始 I kappa B 没有 phosphorylation。OK， 它没有 phosphorylation 啊，但是你一旦呢激活这一串 signaling scaffold， 我们就会使得 I kappa B 被干嘛？它被 phosphorylate， 也就是说它本来没有 phosphorylation， 没有 phosphate， 但是现在由于激活了这一系列，我先激活 toll-like receptor， 激活 MyD88， 经过一系列的这些 signal transduction， 我使得 I kappa B 身上被加了一个 phosphate， 那加了这个 phosphate 以后会干嘛？它会被 degrade 掉，哎，它会被 degrade 掉，也就是说，本来如果它不加 phosphate， 它 stay intact， 它在那地方老老实实待着，但是一旦它身上加了 phosphate， 它就会被盖掉，哎，会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了，那 I kappa B 是干什么的呀？这个 I kappa B 它是一个 inhibitor， 它可以抑制另外一个蛋白的功能，这个蛋白叫做 NF kappa B， 啊，叫做 NF kappa B。这个 NF kappa B 它是一个 transcription factor， 它是一个 transcription factor，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它跟 I kappa B 发生了 binding， 它就一直待在 cytosol 里面，它就在细胞质里面，哪都不能去，它哪都去不了。但是，一旦经历了 toll-like receptor 被激活，是吧？我们把 I kappa B 加上 phosphate 把它 degrade 掉之后，它就干嘛？它就被激活了啊，我们的NF kappa B 就被激活了，那 NF kappa B 会跑到我们的 nucleus 里面去，然后使得一些跟 immune 相关的 protein 被 transcribe， 比如说 cytokine， 比如 cytokine， 那这个时候某一些 cytokine 可能就会有 pro-inflammation 的功能，对吧？有一些 cytokine 可能会具有，比如 recruit 其他的 immune cell 的功能，对吧？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哎，去控制这个 pathway。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toll-like receptor。那我说了，这个地方大家需要记得就是，啊，我凡是画出来这些东西都要记啊，就我写出来的东西都要记啊，我没有提到中间这些东西都不用记啊。OK， 好吧。好，那我们说完了 toll-like receptor， 说了 toll-like receptor 在干什么 ？toll-like receptor 在识别 extracellular pathogen。那如果我们这个细菌或者这个病毒已经进到体内了，怎么已经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了，怎么办啊？也有办法，我们另外一个 receptor 叫什么？叫 node-like receptor， 还有另外一个啊。那 node-like receptor 它会识别 intracellular pathogen， 哎，它会识别 intracellular pathogen， 叫什么呀？叫 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a really long name， 所以我们该起名叫 node-like receptor。Node-like receptor， 那 node-like receptor 它的功能其实跟什么讲？其实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个跟我们的偷懒差不多啊。首先，它在细胞里面，所以它现在 inside cell。OK， inside cell。那它的身上也会 bind 一些 PAMP， 比如说它身上就可能 bind 一些 PAMP， 所以这种 PAMP。OK， 那一旦这个 PAMP bind 到上面去之后，是吧？我们就会激活 NOD-like receptor， 啊，跟我们刚才 TOL-like receptor 差不多的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NOD protein 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 domain 叫 CAR domain， 啊，当然不需要记啊，你知道就可以了 ，CAR domain。那它也是类似于啊，类似于就像我们的 TOL-like receptor 下面 dimerization 之后被激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然后最后是吧？它会导致一系列 signaling transduction，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目的是干嘛？目的是给我们的 I cap B 上加 phosphorylation， 并且 degrade 掉我们的 I cap B，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N F cap B 是不是又可以进到我们的 nucleus 里面去了？那么它又可以去产生一些相应的这个protein， 比如说什么东西啊？interferon 是吧？比如说 interferon 是吧？那干扰素可以帮我们干嘛？干扰素可以帮我们去对抗 intracellular virus。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一旦你的 NOD-like receptor 出现了问题，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去识别 intracellular pathogen， 对吧？哎 ，intracellular pathogen。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几种不同的啊，这个 PAMP 啊，就是 PAMP。OK， 好吧。所以基本上啊，差不多，我们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多啊，内容呢也比较简单啊，内容比较简单。这个大家别忘了啊，别忘了这个去做一下这个。第一周的 top hat，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做 top hat 的话，记得去把 top hat 补完，好吧？然后下周 top hat 应该是2月3号 due， 好吧？二月三号 due， 那我建议大家是吧？那弄完了这个第一周的，就去读一读 top hat 第二周的东西，然后回忆回忆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然后直接就把第二周做，是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right？ OK， 好吧？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Do we have any question？ Do we？No， 大家已经学得非常好了吗？好吧，那我 assume 大家，好 ，assume 各位已经学得非常 fancy， 好吧？那有什么问题，这个之后大家再随时问吧，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提早了一会儿是吧？提早了，非常不错是吧 ？OK， 那我们下周见，好吧？那大家拜拜。